印度其实没有拉茶，是因为环境太热，它需要快速散热才这样子拉，然后台湾人都误会了。是这样。那个其实不加糖其实有点苦啊，不过配上他们那个很甜的甜点就很 OK 啦。超热超晒的，好多人一起拍。这座庙叫贝拉庙。哇！哦，对了，进去还要脱鞋子，然后地板又超烫的，所以记得来的话要穿袜子哦。然后这边还要寄放鞋子。然后记得穿袜子，不然爆烫的。哦，进室内才不能拍照。这个庙包含所有的宗教。这边看到吗？这边耶稣吗？这边耶稣。这个庙包含所有其他的神。连孔子都有，他的目的就是让你在这里所有的宗教都是包容性的。那主要这里还是印度教的，超晒耶。像万神殿的希腊神殿，印度的女生啊，很多都要露出肚子。然后吃的胖胖的，代表说老公养得好。好啊，我们再拍一张好了。来啦，取好景啊、哦！其实我们就是一个随性。这景非常好啊，这座庙非常漂亮。但是呢，头靠告西欧啦。还好我有带袜子下来，要不然就热爆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古老的堡垒，看起来也不错。然后你可以听到喇叭一堆，印度人很爱扒喇叭。靠，那小朋友脚都不烫吗？就是印度人的脚都不怕烫的，太可怕了。
大部分的印度教的庙都不让其他宗教信仰的人进入，那所以只有这一座庙观光客才可以过来看。所以我们行程就排在这里啦。观音其实应该是男的才对，而且你看哦，我们的中国的观音全部把蛇拿掉了，因为我们认为蛇是一个邪恶的东西，但是在印度里面它是一个神圣的东西，所以他们眼镜蛇啊其实就是算神的一种这样子。它是以前吃那个甲块出来一个那个小果，它是一个小果的国王，那时候那个全印度的国王是那个阿盖拉的这个国王，他是全印度的国王，甲贺的这个国王他是一个小国的国王，所以他每个月那个进贡要给阿盖拉的国王。这个城堡是这个小国的国王的，然后现在亲戚住在这里，十二个小国，他们的亲戚，然后每一个小国有一个国王，其中甲贺是一个。老鼠啊是一个吉祥物，所以说啊在印度老鼠也不能杀。那个是你看，对，这边这是个机器，然后那边那个是手工的。下雨，可是类似太阳雨吧。这里对啊，在地人都要照相，因为在沙漠里面下雨。难怪他们讲说都不会下雨，今天就下了。长那么大第一次遇到的，长那么大第一次遇到雨。夏天从来没看过。太酷了啦。我就第二个改观，慢慢来。其实箱子那个锁说实在啊，都在防君子不防小人。不然那个我再上去下来，我已经打开来了，锁还在上面，厚厚啊，完全看不出来是坏掉的。还有呢？出国千万不要带银行送的、信用卡送的行李箱，那个叫做赠品，那个不叫做行李箱。拿出来的时候，那时候一到德里的机场，客人跟我讲说：“我的那个提把已经断掉了，我新的而已的，你回去要跟我华航反映哦。”我说：“好啦，那现在我们先走行程。”第二天，隔壁的那个也断了。说大哥在旁边也断，那个行李箱可能要帮你抹的哦，我知道他用抹的哦。最后一天回去啊，旁边那个胶条都掉下来。他说新的嘞，我就说你还要叫华航修，很多坏啊，难免你这个断掉啊，都会掉丢嘞。哦，这是真的真事啊。有啊，华航会给你修理哦，但是讲你去卡爱留落，你物件给你困提走哦，你要哪提走？哎呀。来哈，这边是属于他们的没有钱住的地方，这边会看到很多猪，黑猪跟白猪，是不是猪？可能你们可能到现在还没看过猪，对不对？
家无变食，伊个拢较新。然后伊遐拢有迄落油啊、碗啊、粪扫迄个薄皮衫个食个。你无看过你大食嘞？什么都要一点一点都有野性。你不要以为那个牛，牛啊牛是不会动，你靠太近它的时候顶你，我就被顶过了。哎、欸，猴子也会去咬你干嘛的？连那个松鼠、花栗鼠都会咬人、欸。我算一下，不会啊。哦，这露头啦，有没有安排让你看到了？通常是拉中部或拉砖块的啦。所以是动物的天堂啦、啊。中环路上还有三只驴子的。所以哈、哦，这个是一个很特别、对动物奇特的国家，因为呢，婆罗门教。大部分是吃素的，所以呢才会延伸呢佛教啊、藏传那些可能会吃素。穆斯林要吃清真的食物，基本上他也不吃猪啊，牛也要拜过之后才能吃啊，更何况一些其他的动物。所以这边就会演变成这边都是在自由的地方。你看啊，牛啊，有没有黑牛、黑白牛？都有啊，来路边的理发厅啊，掐杂理吧。好啦，没事了。
有的哦。我们招待乡民，等一下我们都会先送一杯那个印度式奶茶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是观光客，就要不要加糖，所以呢就是无糖版。哦，太好了。加糖要自己加。好，那吃完晚餐之后，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洗手休息，回到睡觉。明天最早的话，6:30就可以开始吃早餐。嗯，他们吃有发芽的豆子。